好，这次在我对面的三等一车比三等一车，我买的说 IDS 说不用，因为呢现在屏东基督教医院不是买一家能立得住，而你们等一车奥多托买买等一车，有时候基本将近三十米，基本都马中的肌肉还好撑。明年啊，车要带新的 B 型钢眼肌肉走，啊对，啊来你们等一车啊，什么叫做跟上？因为台北市，因为等一车一直都不要便宜，因为我过去呢，家庭嘛什么不得给我费用。因为到了那时候，明年是能买到现在急性胰脏炎，就来人家卡伦氏症啊，等于移民到现在电脑断层，他们等于外卖的时候，刚才呢，我那一滴鸡嘛么，阿飞现在就肝肿瘤的没治好过着。俺们都不懂了，肌肉，俺们等着贵呀，肌肉做的地方肉，啊，只是俺们等着买到来，现在在那主要是他妈正好买到毛而已。啊，等肌肉，俺们都买到他妈他妈的了，俺们等着呀，在现在 B 细心肝炎寂寞他妈正好，不说买着，俺们都阿拉不买了，啥么等着，更少俺们等着毛的现在呀，在的是可怕。因为屏东的基督教医院，因为留得住，明年俺们等着就丢的毛，有事情嘛，俺们等着阿都冻着，要么呢，鸡毛用着洗洗晒。还有么子，我就是几岁，我说买一只，是不？熬过过用的，现在不要心里，麻子和俺们等一下把什么给刮完啊？所以你到年的嘛，俺们等一下买那现在急性胰脏炎，就来着卡伦氏症。啊，等于没得现在就电脑断层，俺们等一下把买的检查的那部，我给你转来的。那么，阿飞现在就肝肿瘤心里好，买只好过过手。一般认为是后腹腔出血所引起的，啊，排电脑断层。发现说这两个病人都没有后腹腔的出血，啊，反而是肝脏肿瘤的破裂，啊，两个病患本身都有鼻肝，没有定期在追踪，以及长期有喝酒的状态。我说每天的上班人拿来说马虎费用，我就吃那啥那人家费用，那么的是那那各个地方说马就出马了滴滴他，哎了滴滴他的现在马费用就马就出马，哇啦他们人家白了，我们买了上班人家消毒。各个男的在不懂的去做做，那些男的白日黑带现在 B 细菌感染，做一些男的屏东基督教医院用他们男的，有时候这些男的个案，没说啥吃没着，没阿吃没带现在做服用。原名的慢性肝病，肝硬化每十万人口比例都比一般全国的人口高出很多，然后肝病或者是肝癌的致死率也比一般的民众年纪偏轻，所以我们等着有说起我们等着都这么说，我们等着说，因为在现在肝脏肿脉后，我们等着我买了88，因为台西，我们等着也是说奥多托马，啊，等于我们等那做的那部，明年上等着梦里大家到底是过吧？过过呢？因为医生上一旦等着，一旦话有他特别大，就是因为 B 型性肝炎。如果那那些人在做，如果没有在现在，马中国在那做啊，但呢，各位呢，我们这些人在慢性病，就没有他们没去检查，他马中国啊，那啥，他们在那如果打红的，各位呢，没有那大只，就是，如他们在那做，外面的衰的，也是现在 B 细菌感染，他们现在在外面的说，检查一下我，得注意那些，以免性了，他马中国，阿伯不正便宜。